上回书正说到两个公差来到山里边来查询丢鞋之人，也就是杀死宁泰银商的真正凶手。由于这公差把这只洒鞋拿出来露了白了，有一个卖杂面的看见了，在人群之中啊，这个卖杂面的来发牢骚：我从那天我就看这小子不地道，他给这鞋丢了，脚脖子上竟是血，我都知道。我一脚怎么破了？他说叫狗咬的。我说不对，这里有事儿。他那么一说呢，公那么杀死宁泰银商这个凶手究竟是谁？现在咱们要说说这件事的事实经过。这个宁泰银楼掌柜的，他本人就叫宁泰，做好了这盒首饰往山里去给这买主送去。他走到山里啊，旁边有茶馆，那茶馆的掌柜的看见了：哟，宁贵的，哪儿去您呢？哎，我到前面村里头给人送货去。进来进来，总没来你呢，喝完茶走，别走别走。嘿，紧的这么一让啊，这掌柜的一看都熟人，他就进来了。来到茶馆，有伙计过去把桌子给擦了擦，沏了壶茶。这掌柜的凑过来：送什么呢？人家办喜事，交给做点首饰，我这个手艺撂下多少年了，没上案子了，哈，这也算老朋友吧，我们能开个眼吗？说着他一笑啊，他就把包打开了。这也说这有一技之长的人，到时候他要显示显示。这宁泰把这包打开以后，把这盒掀开，我敢说这句，现在首饰行会这个手艺的不多，即便他会也不成。看见了吗？这花龙凤呈祥。说着把这金镯子拿出来了，这不是龙，这不是凤，这是赞活，一点一点刻的，这工眼不小。不过会呢也没有什么。说着好多人呐，都是喝茶的全过来了，开个眼：嚯，这真金的，没错，足赤大赤金，这点玩意儿得多少钱？嘿嘿，多少钱呢？这副镯子4.28，连宫女搁在一块儿，光那镯子6.2两银子。当然，这链子还得头簪子，还得戒指，都放在一块儿，1000来两啊！哎呦，这家够阔呀！看怎么了？点名啊，非叫我做不可。哎，您快收起来吧，快收起来吧。嘿，好，哈哈好，您这手艺可以说现在没有了，有也不多。说着，他把这手饰匣装好以后，拿这包皮给系上了。又喝了回水，我得走了。别走，您总没来了，有功劳有功劳，给您查见，算了吧，嗨。他提这手饰匣，他就出来了。他只顾一显示不要紧呐，露了白了。他也不知道这茶馆里的究竟都是什么人，唯独这种地方，什么茶馆啊、饭馆啊、洗澡堂子，这地方人杂呀，也可以说藏龙卧虎，什么人都有。他就忽略了这一点，提这包出离茶馆往前走，正走的那个三岔路口呢。哎呦，这是宁掌柜的吧？宁泰那么一回头，哎呦，不认得这位，有个30多岁，长得黢黑啊。
个头不甚高，粗眉毛，两只大肥眼，连胡茬，敞胸露怀啊，胸口一把抓不透虎心毛，脚下穿了一双蓝布施纳锦帮翻尖大撒鞋，舔胸叠肚的挎了一个兜子，这兜子是什么呢？就是粗布兜子，不知是什么。您这上哪儿去？我前面给人送点东西。您贵的，您不认得我？恕我眼拙，不敢认了。好，我过去总上您那儿去，也不断在您那儿买东西。我给您家，您看到谁？说话，他拿手往前面一指，宁太他妈一回头，这个人一伸手把他的胳膊给架起来了。你这。宁太刚说你这干什么，噗，这一刀就给炸在肋条上了。哎呦，砰，过去又两刀，宁太就躺下了。随后这首饰包还不丢下，杀人这个主姓丛，树丛的丛，名叫丛心。这小子是干什么的？游手好闲，有的时候谁家宰个牲口什么的，他是那个屠夫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喝点酒满出去寻花问柳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家里任什么都没有了，就一个人满出去找钱啊，没事就茶馆一坐。今儿个坐在茶馆里头，正看见宁太银商在那显示自己这盒首饰，他一眼就盯上了，价值1000多两。宁台一出来，他顺这条道头前就下去了，半道等着，等宁台一过来一搭子，他那个兜子里头啊就是刀子，他那刀子为宰牲口的，他拿过一把牛耳尖刀来，用话说着说着一领他眼神，宁台一走头把他这左胳膊就给拖起来了，等他明白已经晚了，就在腋下的对付三刀。事后他就把这个手匣子捡起来，刀拿到手了，把这刀往兜里这么一装，莫神一惊，刚那么一走，后边这个声啊，他一看来只狼，他撒腿就跑，越跑这个狼他越追啊，进山道，在那走路常走的，他有经验，他带着把伞，他带伞干什么？就怕遇见狼。如果遇上狼了，你越跑他是越追。狼最贪，有这么句话，羊狠呐，狼贪。你跑着跑着快追上的时候，你猛地一蹲身，他就不动了，他心眼多，他不知你干什么，蹲在地下，地不有土啊，拿手就捧起一堆土来，捧那么一个小土疙瘩，随后您走吧，没事了。你狼啊他就不敢追了，他看你的土他也琢磨，跑着跑着地埋点什么，琢磨也许是地雷，可是他不敢过去，不敢过去，看跑远头舍不得，慢慢过去之后，拿着后爪一蹬这堆土，砰，没响，回头一看没事，还追，再追，快追的时候再来一下，他又不敢追了。刚才那没响可能是假的，这个没准是真的，等一看人跑远了他还不放，他过去拿着后爪一蹬这堆土，噗，蹬开一看没响，还追，连来那么三次，可就骗不了他了。这也不要紧，那把伞救命，找到个高处，他快追的时候猛往前一蹲，把这个伞拿往地下那么一立，这狼就站住了，什么东西？细长细长的，不知是什么，他往前蹭，一点一点往前挪，就在这会儿功夫，您就把这个伞支起来，猛那么一支，他一看拨头就跑，刚才下边没这么细呀，一会儿功夫上面怎么那么大了，他不知怎么回事。
可是这个从新进山呢，他没有这么种准备，他杀完人之后，后边的狼追他就跑，你跑得越快，这狼追得越快，他怎么跑他也慌啊，他没这狼快，这狼一张嘴就叼住他脚脖子，那么一咬，他紧着甩甩不掉，这血呼呼的下来了，功夫一大，他拿着手里的手匣一砸这狼，这狼可撒了嘴了，他血也掉了，他一瘸一拐连窜带蹦他就跑了。可是这个狼呢，看了看他跑了，就守这个手匣就没动，待会儿这从新舍不得，还想回来拿这金首饰，一看这狼还要追他，他又跑，往返三次，他害怕这狼把他咬死，算了吧。从新一想，我没这命，这个手匣就叫小白二郎给叼走了，他呢杀人不落两手血啊，这回白忙活了。所以从新他一瘸一拐往家里走，正碰见那卖杂面的，我说你叫什么呀？嗨，别提了，叫狗咬的，叫狗咬仙的，丢了。一瘸一拐往前走，可是那卖杂面的知道从新这小子不务正道，叫狗咬的，捡不定什么事儿的红色，有这么个茬。今天这俩公差逮着卖杂面的，卖杂面说我那天看见了这个小子脚脖子破了，他说脚狗咬的不对，脚狗咬的摸怎么中，那个鞋丢了，就是你刚才拿的这些。团长说说就是烟，你看接接不得了门不？他拿手一指这门，俩公差一看这门锁着呢，锁着门了，锁着门我在家，你认识他吗？我认识的，姓什么？他姓嘛来着？我想有你了，你看你得一下午不都忘了，你看你知不知道？知道知道啊，行吗？行，你问谁啊？对了，你看、啊、有忘了，你捡过麻烦吗？的说话往前走啊，你领我们找呀，你姐要命了，反正他今儿都回来，我这咋脸还没卖着，还没开账了，你还捡不命有的事吧？少说废话，别跟着别跟着别跟着，你们跟着干啥？公差一看身后的跟着好多人，可是这俩公差呢都穿着便衣了，锁着卖杂面往前走，走来走去，前面有茶馆，你看看你姐夫说说话，就和那茶馆里头人声嘈杂，喝茶的不少啊。这卖杂面的往茶馆里头一瞧，我说就在里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公差拿手一瞪那卖杂面的，去吧，离个茶馆门口后站。就在茶馆里边正当中，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头放着壶碗，旁边立着根拐，迎面坐着一人，长得细黑，脸大胡茬子，嚯，那只脚就搁凳上头，坐在那儿喝茶了，是他吗？旁边呢放着木头拐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这小子我想起来姓聪了，叫聪信的，就是他。一看那脚底下那只鞋，他接着那桌腿底下就看见了，对，穿着一只鞋，整跟他们要找的那鞋一对。好了，随后把这卖杂面的带地一边去，把锁链给他开开，躲着点啊，远点，去卖你的杂面去。好嘞好嘞，卖杂面的挎着那个杂面咱们就跑了，跑了可就跑了，待会儿他又回来，他要看热闹。单说这两公差稳住了啊，别慌，哎，两人扶了扶自个儿怀的纸鞋，溜了达达进茶馆了。那伙计就过来，二位李请您了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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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伙计要往旁边让，他就凑到从新那张桌上了，这个桌上就坐着一个人，俩人一左一右守着从新坐下了。
伙计拿过两个碗来，给您续包茶叶。来，来包茶叶，续包好的，好您。一会儿把茶给他沏来以后放到这儿，你进去吧。两人一看就重新瞧这两个人，一看这眼神不对。嚯，两位兄弟，常来吗？啊，哎，不断来。呵呵，是啊。看你面熟呢，是啊，认得我的多。呵呵，您喝我这个一样一样一样。贵姓？姓丛啊。哦，哪个丛？就是叶子头树丛那丛。二位你们哪儿的？我们城里的。呵呵，买不着，进来买东西来了，是吧？哎呦，您这脚怎么了？一看他那脚拿布条子缠着，脚破了。哦，怎么破的？长疮。哼，嘿，您瞧长这地方，走道多碍事，可不是嘛？谢谢。可是这从心呢，就腻歪这二位，想躲又走不了。哎，我说您这鞋呢？啊，什么？我说您那鞋怎么剩一只啊？那只脚你看拿布裹着不是吗？穿不下去，所以我就穿这一只来了。喝着你了，喝着你了。啊，那只鞋呢？啊，鞋在家了。他说在家了，那公差愣点，在家了。嘿，丢了吗？什么？丢了？嘿，我那鞋还能丢吗？嘿嘿，你鞋没丢，没丢也邪门。你看我这儿有一只，跟你这是一对吗？从心一惊啊，说声啊呀，就知道要破案，伸手就把木拐拿起来了。还小子，啪就一下，这公差一反手，你还想拒捕吗？